十二大个明星可真不容易，正门左拐被问恋情，后门右拐被问整形，一打开电梯好嘛，闪光灯排个不停，看来要在步步是圈圈中有套的娱乐圈生存，不时淡定可不行。我是淡定姐蔡依林，不介意被偷拍。天王天后之所以是天王天后，这是因为他们总是从容淡定。近日天后蔡依林参加自己代言运动品牌的女子篮球赛，兴致很高的哲令跟现场和粉丝比赛起投篮，在舞台上绝对的天后霸气，在球场上可就不见了，连投几球都失败告终。一向不肯认输的蔡依林就难得的找起理由，是有一点生疏了，但是因为之前玩的都投篮机比较矮，然后到那个篮球场的时候需要适应一下那个高度跟距离这样。蔡依林与男友景荣的感情状况一直是大家关注的焦点，虽然没有秀恩爱的习惯，但大家总会时不时跟拍，偷拍到不少猛料。心态相当淡定的哲令表示，除了个人形象，其他的都不太介意，只要没有很夸张的照片难看啊，或是眼睛啊